一次晚上在家里跟别的男的偷吃，结果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男朋友回来了，好吓人哦！好吓人哦！哇，加分加分哦！哇，加宝了加宝！对了，大家好，我是自杀突击队的小丑女哈利奎因，现在为大家介绍第二位小丑。他悄悄地来过，没错，我就是电影《他》的小丑潘尼怀斯。那你是什么小丑？你还要问我是什么小丑吗？这么多年，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小丑吗？我还能是什么小丑？谢谢，我是张奎。今天其实我是张奎，不要把我以为是张迪，张迪是张奎的哥哥呀，张奎是张迪的弟弟，是兄弟。我是张奎。既然我们身为小丑，我们应该来分享一下我们吓人的经验，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好，那我先来说一下我这个吓人的经验。哎，你出来干嘛？我出来比较可怕。哪里可怕？这叫吓人。在这边坐好。嗯。脚翘起来。嗯。手伸出来。笑。我要去大麦克。我要加大吗？我去。莫名其妙。好好的在里面说说你吓人的故事吧。好。我曾经在大半夜的时候吓死15个人，哦，好吓人哦！那你呢？我有一次晚上在家里跟别的男的偷吃，结果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男朋友回来了，好吓人哦！好吓人哦！那你呢？我跟大家讲更吓人的故事，他偷吃的人就是我。现在什么状况？你看我们的前辈都去演电影了，现在小丑短缺，我们要找到新的人来演我们的小丑。对，皮特老师说的对，是，是吗？但是找小丑真的没那么容易耶，我们要找一个特别的人。对，我们要找那种很会耍人的人。啊，我知道，有一个很会耍人的人。谁？就是在淡水每次卖土耳其冰淇淋那个老板，我每次都他耍。才不是这样的。现在讲什么土耳其？来，你跟他讲是谁？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。不要停了，现在什么时候？我跟你们讲，我们还要找下一种人，像是应该会表演、有戏剧张力的那种。张力？那就张立东，他一定很有张力。才不是张立东嘞！你说。我是张立东。哈哈哈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要亲我，不行啊，你真要亲我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搞什么啊，现在是重点啊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要找那种小丑要有一定的标准，要会那种会杂耍的。这是我真的知道了，有个人很会杂耍。谁？就是阿虎，阿虎很会。啊，会杂耍吗？会杂耍。阿虎会不会杂耍，我是不知道，但阿虎肯定是个。现在是谁啊？是谁啊？会讲啊？是谁啊？看来我约钱贵了，没有新的小丑人选了，真伤脑筋啊！看来只剩一个方法了。什么方法？传宗接代。好啊。可是你们两个。哎。都是男的，怎么传宗接代？不是啊，当然是跟你啊。等我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对对对，你来一下。不要说我比较常来这个节目。对啊，不要说都是我在请。是，我们公平竞争。要让我也可以。对，不行不行，我们公平竞争。公平过去，我们一人撩他，撩到他选谁就是谁了。好，可以啊。那我先来，你先。小丑你好，哈利奎因，跟我真的很有缘。你是哈利奎因。我是张奎，我们两个名字都有个奎，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？好啊，这边请。
这个250这种妖媚的方式会成功，等一下一定会被打枪啊！哎呦！哎呀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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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恭喜！谁孩子啊？太快了！是个男孩啊！怎么了？老公，我们的孩子好可爱呀！你叫名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帮他取个名字。我想我跟你的见面也算是风中奇缘，我姓张，那就叫他张风奇吧。好妈的名字，可是他怎么一直哭啊？对啊，一直哭。你唱儿歌他就不哭了啊。风奇，有一个女孩小甜甜，从小住在孤儿院。风奇，风奇，风奇，你怎么没反应？风奇，风奇。小虫，小虫，你起来了，你起来了。是他的心酸，化作喜悦。起来，呈现给你。结束了啦！哎，我有一天，我有一天在家里，到底是什么戏啊？我清醒过来，做了一个噩梦。怎么了？我梦见我在录影。你现在真的在录这个画？天下布，天下布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其实到最后慢慢有东西出来一点。有。不要紧张，来，你的好棒，表演都被他吸住了。第一组表演是给你们打一点预防针，代表说接下来的表演都是这个程度。同个 level， 前面的表演还真替你们有一点担忧，对，但是到后面慢慢出来，梗有出来，张风奇出来，哎呦可以，对，小甜甜，哎，那一段还可以，那一段好，接着下来就是我们赌神了，阿虎吴尊，哇，赢了一半了，后面这一半有你。